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神，感谢你，我们真是每天早上要在这里赞美你。神让、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有了救恩；因为你的缘故，所以你的怜悯啊，领导了我们，让我们被拣选，让我们认识了你，让我们走在你的正道上。神让、啊、我们真是满心欢喜，每一天早上在这里。 我们都能够亲近你，我们都能够啊，用你喜悦的文字来赞美你，神啊，我们渴望把圣经啊读得更透彻，让我们在其中得到更多的真道。神啊，求你降下圣灵，每天早上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把圣经啊读得更明白，让我们也有这样的能力。神啊，训练我们的口才啊，增长我们的见识。 丰富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可以出去告诉更多的人有关福音的正道，让我们能够用啊、呃、更智慧的言语来传播福音，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你。神让我们知道光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我们要靠着你，我们把这一切交托在你的手上啊！我们为今天啊早上所有的事工，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上。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卷书哈，我们现在讲的是列王记啊，是好多位王的故事哈、啊，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的故事。我们先看一下上一次啊，这个昨天我们所讲的这一节是十六章的第十节啊，我们讲的 Zimri，Zimri 呢啊、uh, came in，struck him down 啊这个。 他也篡了位，哈、啊、，Zimri 就篡篡了位，kill him in the twenty seventh year of a s king of Judah。所以在 Asa 这个王的第二十啊二十七年的时候，OK，所以他就把以色列的这个王位给篡了，哈、啊、，Zimri。Then he succeeded him as king，哈、啊，所以呢，他就啊篡了位，就啊做了王了啊，就做了王，所以。 这个是呃、uh,，Asa King 二十七年的事情，第十一节。As soon as 每次我们读到这个 as soon as 哈，一旦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后面就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好，As soon as he began to reign and was de seated on the throne，OK，、okay? 当他这个呃开始统治了哈 b e g i n to reign，reign 指的是统治这个国家，and was seated，OK、okay?。 被坐在我们是这样子，被加封在这个王上、这个王室哈、啊、王位上面，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用啊、呃、被动式 was seated on the throne。OK，他就坐在这个王位上。He k i l l o f f k i l l off，他是把什么都杀了。这个 off 一个字表示是整个杀光、杀干净了。Basha's whole family，他把巴沙王的这个全家都给杀干净了。 He did not spare a single male，哈、啊，他一个哈、啊，一个这个呃，一个男丁都没有留下来，一个都没有。哈、啊、，spare 是 save 的意思，哈、啊，保留下来，他一个都没有保留下来。Whether relative or friend，哈、啊，不管是亲戚啊，朋友啊，反正男丁一个都没有留下来。好，十二节，so Zimri 呃、uh,，destroyed the whole family of Basha。 所以十二节这个他杀了他们全家的意思，就是他 destroy，他灭了他们整个家庭啊，巴沙的整个家庭。In accordance with the word of the Lord 啊，In accordance with 是完全根据，就照着跟什么一样。OK，In、okay? accordance with 是根据这个耶和华的话。OK，就像耶和华先前所说的啊，spoken against Basha。 OK，当时啊，耶和华曾经说了，这个 against 是表示耶和华说的这个话是对巴沙这一家人是非常不利，而且是责备他们，对他们很不喜欢他们，所以用一个介词 against 哈、啊，所以 spoken against Basha，OK，through ba、okay, the prophet Jehu，当时是透过一位先知 Jehu 的嘴来说的这句话哈、啊，这段话。 好，下面说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十三节。Because of all the sins Basha and his son Ela l had committed，因为所有他们的罪，他们所犯的罪啊，这个 sin 一样是跟这个动词有关系的哈，committed，committed，commit 是表示他他们犯的罪。因为整个巴沙家还有他的儿子 e l l a ila, 他们所犯的罪，and had caused Israel to commit。 而且呢，也连带的就是造成以色列人也犯罪 commit 啊、uh,，so that 因此，因为他们犯了这个罪，所以他们就 provoke the the Lord 哈、uh,，provoke provoke 表示他们是激怒了啊，uh, 惹到了，OK，这个他们就惹怒了这个耶和华，OK，the、okay? God of Israel OK，那是这个以色列的神啊、uh,，provoke 后面接 to anger 是。 激怒他到什么程度？当他到他有怒气的程度，by their worthless idols 啊，接着他们这些 worthless，worthless 是一点都没有价值的，OK，这些都是虚空的哈，叫 worthless，毫无价值的这些偶像，哈 i d o l s 好，十四节，as for 至于什么什么，OK，所以 as for 是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了。 The other events of Ella's reign 有关于其他有关 Ella 王他的这个啊，他统治的情况啊所发生的这些大事情，and all he did 啊，还有他所做的事情。注意这位王，你看我们圣经上是很公平的，没有写 achievement 这个字，OK？所以这位王这位王显然在这个圣经的作者的这个眼光中看起来他是没有什么作为的哈，只是说他其他他所做的事情了哈。 Are they not written in the book of the annals of the kings of Israel? Okay，同样是啊前面很类似的口语哈来写的，就是说啊不是他所做的其他的事情，不是都已经写在，不是都已经写在他们的编年史记里面啦啊编年记里面了，所以就一笔带过就不谈了。Okay，好，一样是这个希伯来语习惯用这个否定疑问句哈来写肯定的事情。 In the twenty seventh year of Asa king of Judah，在犹大的这个国王 Asa 他的这个二十第二十七年的时候，Zimri 啊这一边以色列这边呢，Zimri 这个王呢 reigned in tears seven days 啊，当时呢他就刚好继承了这个王位七天了啊，继承了七天了。Zimri 记得吗？他刚刚我们前面讲了，他也是这个篡位上位的哈。 The Army was encamped near Gibbethon, a philistine town okay 当时呢这个军队军队是安营扎在什么地方呢安 was encamped是那个军队安这个地方 okay? 靠近Ghibathon, 这个地方呢别忘记哈, when the Israelites in the camp h e r that Zimri had plotted against the king. OK，当时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营区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听说了有关这个 Zim 呃、uh, Zimri 啊这个新王，他是有这个计谋的哈、啊。这个 plot plot 指的是他这些狡猾的计谋诡计哈、啊。要对付这个王的时候，against king 要对付他们的王的时候。 and murder him, o、okay? k 而且还谋杀了这个王，是吧？他急杀了这个王，所以自己才得以篡位的。这些军队里的以色列人都听说了，they proclaimed Omri, o k、okay? 所以呢，他们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就。 知道啊，他们就要 proclaim，OK，proclaim、okay? pro 就是说他们特别要推举啊，另外一王一位王，因为显然这件事情是不合道理的哈，怎么可以就是呃，可以就把那个王给杀了呢，对不对哈？所以呢，他们就不喜欢这个王，他们就宣告 proclaim 是正式的宣告，这个正式的宣告，Armory，他们宣告了另另另一个人叫 Armory。 a r m r y 是谁呢？The commander of the army 是军队的司令官，这个元帅啊，所以他们就另外就是直接的就宣告了另外一个人啊，是他们的司令官元帅。Proclaim，注意这个句子是 proclaim 后面中间这个括弧只是这个逗号的部分呢，the commander of the army 只是为了解释 a r m r y 的身份，因为他要跟他跟读者介绍 a r m r y 是谁。 好、啊，所以从前面直接来看，proclaim Omri king over Israel，所以是 proclaim 什么人做王，哈、啊，就是宣告什么人做王，他们就自己这些军队里的人就自己宣告他们的元帅做王了，Omri 就做王了，好、啊，来做以色列的王 over Israel。That very day，就在当时的那一天啊，也就是。 他信，刚刚那个 Zimri 即位才第七天，对吧？才七天，军队里就叛变了，军队里的呃元帅就被推举出来作为以色列的王了。而他们就在当天，that very day，这个 very 是一个加重语气的哈，there in the camp，他们就在当天就在那个营区里面就马上推举自己的元帅出来做王了。好。

Late siege, OK，他们就围上了，围上了什么地方？把这个城给围起来，围了 Tirza，围了 Tirza 这个地方。好，When Zimri saw that the city was taken, OK，所以人家都来元帅来围城了。这个刚刚即位七天的这个 Zimri，他看到城市已经被人家夺下来了。The city was taken. He went into the citadel. of the royal palace，OK，、okay? 所以呢，他就啊，他就去了，进了这个啊，这个地方翻译他们翻译成卫所，OK，哈，卫所，OK，基本上呢，他看到这个情况已经是是大势已去了，哈、啊，真的是大势已去了，所以呢，他就进了一个在皇宫里面的一个一个城堡啊，那个 citadel，citadel cit 呢就是一个。 单独的一个城堡，在王宫里面的，and set the palace on fire 啊！看见大势已去，他进了城堡，他就把这个火给烧起来了啊！把火烧了这个王宫，around him 啊，set the palace on fire around him，在他周围就烧起了这个王宫了，皇宫。So he died 啊！所以这个 Zimri 这个短命的国王，七天即位七天，他就死了，自焚了。 Because of the sins he had committed. Sins he had committed. Doing evil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uh, of the Lord. 啊,邪恶的,邪恶的, doing evil. And walking in the ways of Jeroboam. Jeroboam 的道上，Jeroboam 就是一个不好的王，对不对？啊，先前的这个王啊，走在同样是走在罪恶的道路上。And in the sin he had committed，而且呢，走在这个 Jeroboam 王的所犯的这些罪里面一样的道理。And had caused Israel to commit，而且呢，他也使得造成了以色列人也犯罪。哈，OK，所以这个。 所有的这几个王，这些短命的王，他们之所以哈最后会有这样的下场，其实都是跟他们的先祖这个 j e r o b o 有关系。第一，他们犯罪；第二，他们造成了以色列人也犯罪。他们走在这个打这个先王的这种啊、呃、犯罪的道路上，哈，这些都有关系的。好，二十节。As for the other events of Zimri's reign. 至于这个 Zimra 这个王，只是说实在谈不到什么建树，是吧？他就是即位七天而已。And the rebellion he c a r r i e d out，OK？、Okay? 还有他啊，办这个 rebellion 我们都认得这个字哈，是叛变的事情，OK？叛变，OK？所以至于还有他叛变的这些事情，OK？carry、okay? out 是他进行，OK？carry carry out 有好几个解释，我们待会课后可以解释一下哈。carry out 可以讲一个人 carry out。 进行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他带了什么东西，OK，都可以叫 carry out。还有有关于他所进行的这个叛变，因为 Zimri 本身就是把先王给杀了以后叛变，自己出来做王的篡位的哈。Are they not written in the book of the annals of the kings of Israel？哈，所以有关于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啊，叛变的事情，不是都已经写在这个编年史上面了吗？OK，好，二十一节，Then the people of Israel。 were split into two factions，所以这个时候啊，基本上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完全已经啊分裂了哈，这个是分裂了，他们分裂成 OK，注意这个地方是 two factions 哈，two factions，所以 faction 就是基本上他们是分分为两派，two factions 啊，have supported Tepney。 啊，所以这个这个王这种情况呢，有人是支持这个这个 Tipney 啊，支持 Tipney，他是 Son of Guineaf for King 啊，支持 Tipney 来做王。The other have 另外的一半，他们支持 a r m r y 啊 a r m r y 就是那个前阵呃这个这个被拥护出来的这个元帅是吧？哈，这个元帅。所以呢，有人拥护元帅 a r m r y 这边，有人是拥护另外一个 g u i n e a h 的这个儿子啊，叫 Tipney。 二十二节，But a m o r y s followers, uh, proved stronger than those of t i f f a n y son of Gibnab. 所以，但是呢，这两派人啊，分别分成两派。但是 Armory 他的这个啊、呃、追随者呢，就证明了，被证明了是比较强壮一点，比较多人，这些这些势力比较强壮哈。比 t i f f a n y 啊，就是 g i n n a b 的儿子，你这边比较强壮。 比较声势浩大了，so t i f a n e died，所以呢 t i f a n e 就死了，然后 Amry 呢就做了王啊，就做了王。好，二十三节，in the thirty first year of Asa king of Judah 啊，犹大那边的王通常就比较长寿哈、啊，那边的王统治的时间都比较久。Asa king 呢，他第三十一年的时候，Amry become 啊、uh,，became king of Israel 啊。 南国这边，以色列这边呢，就是 Omri 啊，他就呃成为以色列的王啊。这个是发生在犹大王 Asa King 啊，Asa 王他的第三十一年的时候。好、啊，这边也立了新王，and he reigned twenty 呃、uh, twelve years 哈、啊。所以这个新立的这个元帅起来啊篡呃篡位的这个 Omri 呢，他就啊当王当了十二年 twelve years。 Six of them in Tirzah 啊，他其中六年是在 Tirzah 的。OK，好。He bought the hill of Samaria from Shemer。OK，他从 Shemer 的手上呢，就买了撒玛利亚的这个山哈，撒、啊、玛利亚啊，买了一个山。Two for two talents of silver 哈、啊，他是用 two talent，talent talent 是当时他们这个这个银两的这个单位。 他买了二两银子、啊，哈，来买了两个 talent 的这个银子，用这个钱来买了，and built a city on the hill。他在这个山头上就建了一个啊城市，建了一个城市，calling it Samaria。他就叫 Samaria 啊，这个城就叫萨马利亚。After Shemer 在 Shemer 之后呢，the name of the former owner of the hill。 OK，所以这个是在 Shimer 之后呢。OK，the、okay, name of the former owner，former 是前一任的啊，所有者前一前一任的主人哈、啊。所以原来前一任的主人的名字叫是 Shimer 啊，所以他写一个 Samaria，这个名字是很相近的哈、啊，是跟进前任这个山头的主人的名字取的。好。 二十五节，But Omri did evil in the eyes of the Lord。啊，这个元帅啊，篡位的这个 Omri 呢，他也做了恶事，邪恶的事情。这个是在神眼中看来是邪恶的事情。And sinned，他犯罪了哈。More than all those before him，哇，他犯罪的更厉害。他犯的罪比他前任的那些所有其他的王更加的厉害。More than all those before him。 OK，二十六节，He walked in all the ways of Jeroboam 啊，所以这个 Jeroboam 是个坏榜样。每次讲到这些犯啊、呃，这个作恶的啦，犯邪事的这些不正经的，做的不好的这些王的时候，都提到 Jeroboam 一次啊。所以呢，他基本上就是走在这个 Jeroboam 的这个所行的路恶事的这个邪道上面一样啊。Jeroboam 是 Son of Nebat 啊，是 Nebat 的儿子，Anan his s i n 而且是啊，犯的就是他的罪，which he had caused Israel to commit 啊，一个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这个王不好呢。当然呢，他也造成以色列人也犯罪哈，cause Israel to commit，so that they prov provoked the Lord 啊，当然他们也会激怒耶和华。他们以色列人只要犯罪，都是让神很不喜悦，就激怒了耶和华。 The God of Israel，哈，Lord 就是我们的这个以色列的王，to anger，注意，provoke to anger 就是激怒他啊，激怒到了大怒的程度啊，怒气。By their worthless idols，同样的道理，他们最他的最让人最不能原谅，在神眼中看来邪恶的，就是 worthless idols 啊，就是这些。 这个没有一点毫无价值的，OK，根本就不值得崇拜的这些偶像，OK，他们的问题最大的就是偶像的问题。二十七节，As for 哈、啊，至于提到其他的什么方面，the other events of Omri's 啊 reign 哈，至于 Omri 这个王他其他的统治呢，what he did 啊，所有他所做的事情，and the things he achieved。 还有他，哎，又出现了这个 achieve 这个字哈、啊，所以这个王好像好一点，他有一点成就哈、啊。至于他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成就，OK，这些事情不是都已经在这个编年史里面，以色列的编年史、列王的编年史里有提过了吗？啊，那就是这里不再赘述了。Are they not written in the book of the annals of the kings of Israel？OK，、okay. 好，二十八节，Omri，啊，Omri 呢？ 我们一看到下面这几个字，我们就明白了。Rested with his fathers，跟他的先祖一样，都去休息了，同睡了啊，就是安眠于地下了。好，他就死了。And was buried in Samaria，他是埋在撒马利亚这个地方的、啊。哈，Samaria。And Ahab，his son succeeded him as king。啊，所以他的儿子，他的儿子 Ahab 就继承了他的王位啊，来做王了。 好, in the 38th year of Asa King of Judah, 在第 the of Asa King of Judah, son of Omri, 啊,儿子呢, became king of Israel, 啊, and he reigned in Samaria over Israel 22 years. 哦，所以这个是 Omri 的儿子 Ahab，他呢在撒马利亚这个地方统治了以色列，统治了二十二年，哈、啊，这个时间比较长一点，twenty two years。好，我们再来看三十节，Ahab son of Omri did more evil，哇，不得了，这个这边都是在做恶事的哈、啊，他做了更多邪恶的事情，In the eyes of the Lord, 在神的眼中看来更邪恶的事情。 Then more than 就一个比较，他比什么呢？Any of those before him 比所有在他之前的王更邪恶啊，一个比一个更恶了。好，这是三十节，所以 Ahab 这个王也是非常不好的。 He not only, okay, not only, okay, not only. 他不只是怎么样？Not only 后面注意逗号后面还有个 bird，所以 not only b u t 他不只是这样，他还做了什么呢？Okay，好，不止怎么样呢？He not only c o n s i d e r it trivial to commit the sin. Okay，所以他不只是啊，他不只是呃、啊，不止前面这个就是。 不只是这样，后面还他更做更厉害的事情。OK，他不只是 consider it trivial。trivial 是什么意思呢？trivial 是小事一桩，是一种琐事，觉得这个事情，哎呀，不不值得一提，这是没什么的事情，叫 trivial。他不只是认为这件事情是个啊、呃、不值得一提的事情，他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什么事情呢？To commit the sin of 啊、uh, d u r a b l e 他认为犯了这个 Jeroboam 先王这个 Jeroboam 的这种罪，就是拜偶像啊这些事情，他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是个琐事一桩啊，小小的没关系的啊。他还认为怎么样？But he also married 啊、uh, Jezebel, daughter of a t h l b a l king of the s i d o n i a n 他还更甚者，他甚至还了啊，uh, 跟 Jezebel。 结婚，Jezebel 是谁呢？他是 daughter of e t h b a l 他是 e t h b a l 的 king 啊 e t h b a l 的王，在 Sidonian 是西顿人的，这个他们是西顿人，不同的民族的。然后呢，最重要，透过这个婚姻，他这个西顿太太呢就开，然后他们就开始 and begin to，他就开始服侍、侍奉、serve b e l l and worship him。 他们开始就服侍这个啊、呃，这个翻译叫什么？巴利王哈 e o l and worship him，而且还崇拜哈、啊，敬拜这个这位王啊，就是拜这个偶像了。这是个邪神哈。三十二节，he set up an o r d e r for Baal，他呢就设了一个祭坛给这个 Baal 这个邪神哈、啊，这个偶像办，大了做了一个祭坛，在什么地方呢？ In the temple of Baal. That he built in Samaria. Okay. So he the Okay. Since Ahab also made uh, an Asherah pole and did more to provoke the Lord. Ahab 呢？这边 Ahab 呢是怎么样？他也是崇拜这个 Asherah，Asherah 哈。我们有好几个以色列好几个王都是拜这个哈，拜这个邪神的。这个记得吗？他是在一个大木柱子上面刻一个人脸啊，这个这个邪神的。And d i t more，他做了更多啊激怒耶和华的事情，provoked the Lord，the God of Israel to anger，让他激怒他。Then

这个 Bethel 这个地方的这个 Hill 啊，这个人他呢就重建了耶利哥城，这个 Jericho 啊，注意这个耶利哥城。He laid its foundations at the cost of his firstborn son, u h a b i r a n OK，所以他呢是在立根基的时候，OK，He、okay? laid its foundation. Its foundation 指的是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根基，他在给这个城盖这个城。 At the cost of, at the cost of, 他死了一个儿子,他的投胎的长子, okay. and it's, he set up its gates at the cost of his youngest son Sigup. OK，然后呢？他在立那个大门城的大门的时候，又付出了一个代价，什么惨痛的代价？就是他的小儿子，最小的儿子 Siga 啊的生命，也把这个小儿子也死掉了。In accordance，OK，so、okay, in accordance with，OK，、okay, 根据什么什么？OK，这个都是照着耶和华的话。 The word of the Lord，哈，我们耶和华的话，spoken by Joshua, son of Nun，啊，这个是啊，由谁说出来？神借着 Nun 的儿子 Joshua 所说出来的啊啊，所以这一切，Ab h a 这个王啊，他在修耶利哥城的时候，长子死掉了，那么他死，他这个立城门的时候，他的这个小儿子也死掉了，就是完全就如同。 完全就是照着耶和华啊，接着这个 Non 的儿子 Joshua 的儿子所说出来的话一样好。好，我们来看第十七章哈，十七章，十七章,章这个是呃，Now Elijah，OK，Elijah the、okay, Elijah Tishbite，OK，、okay? 注意这个是 I-T-E 结尾哈，Tishbite，所以他是 Tishbite 的人，所以这个地方介绍的是 Tishbite 的人 Elijah 啊，这个人。 这个人他是从 From Tishbe 啊，他从 Tishbe 这个地方来，在什么地方呢？In Gilead 啊，他这个是从 Gilead 来的人。OK，Gilead、okay. 呢，然后他就 said to Ahab，他就跟 Ahab 这个王说了，As the Lord 哈，the g the God of Israel lives。所以这个是他在。 发誓的时候说的誓词，哈，他说：“As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lives, whom I serve，就是我指着我所服侍的这一位永生王，这位以色列的王，哈，这位这个啊、呃，耶和华主耶和华。”他说下面的话，他说：“There will be neither，注意有 neither，哈，neither 就有 nor，他们俩是一对的，配在一块儿的，所以呢，将会。” 既没有这个，也没有后面的这个东西，这两个是都是啊、呃、否定词哈。Will be neither dew，dew dew 是露水的，清晨起来的那个露水叫 dew，nor rain 也没有下雨，既没有露水，也没有下雨。OK，就是什么水都没有了。In the next few years，在接下来的呃一些年里面，这几年里面连露水、连雨什么都没有了。 Except at my word, OK，就是说，除了 except 除了怎么样，除了我去祷告、我去说话以外的话，否则的话是什么都没有的，OK？好，所以呢，呃，这个地方，嗯、他就是嗯这个这个人像一个神人一样，哈，一个先知一样，他就。 这样子指着这个以色列的神说话啊，他这样发誓，他说除非我来给你祷告，不然的话你是露水也没有，雨也没有的。Then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Elijah。这个时候呢，这个 Elijah 哈、啊，神的话就引导临到这个 Elijah 这边去了啊，Elijah，他就神跟他说 l i v e here，你离开这个地方，Turn eastward，eastward，east 的是东边。 后面一个方向，后面加一个 word，就是朝东的方向去，朝东 eastward。East ward, 如果是朝西，就是 westward，对吧？哈，他说你就是啊，离开这里，往东的方向，and hide hide 是躲藏，哈，hide in the carrot ravine。OK，r、okay? a v i n 是那个一个河，哈，你就躲在那个 carrot 那个那条那条呃小溪哈小河那个旁边，你就躲在那里。 East of the Jordan，在约旦河的东边，你就躲藏在那里。You will drink from the brook，、ok, 你会从那些 brook、ok、是更小的，这是溪水哈、啊。你从溪水里面可以喝水。And I have ordered the ravens to feed you there 啊。啊，raven 呢是乌鸦。这个 raven 一般来讲，我们中国人对乌鸦没什么好感啊，觉得这个是很晦气的东西，很倒霉的事情。如果出门遇见乌鸦的话。 但是 Raven 呢，在圣经里面往往是扮演一个很聪明的角色，都是扮演很聪明的角色。所以耶和华神说：“我已经命令那些乌鸦们会去供养你啊，喂你，feed 是去喂你了。”OK，所以圣经里面的这个香港有个有个明星，他就给他的女儿取这个名字叫 Raven，取英文名字叫乌鸦哈 Raven。啊、<laughs> 我想他是想要就是继承圣经里面讲的这种。 智慧这样子哈，好，十七章的第五节，So he did what the Lord had told him 啊，因为已经告诉他了，说叫他 Elijah 跑到那边去躲起来，所以他就照。你不用担心，你有水喝啊，河里面这个溪里面有水喝，而且乌鸦也会供养你，所以他就照着神说的话就去了。He went to the Kerith Raven, 呃、uh, r i v i n e、um, east of the Jordan and stayed there 啊，就是在约旦河东边的那个地方，他就。 待在那个地方。好，我们今天讲到十七章的第五节，哈，第五节，我们停在这里，然后把屏幕交出来给我们今天的同工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祷告。亲爱的阿巴父神，感谢你啊！我们接下来要做领读跟读的工作，谢谢神给我们啊这么好的机会来啊学习圣经。神那我们求你降下圣灵，我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上。 我们渴望今天的网络，同时我们也渴望今天的啊啊，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我们希望今天的老师能更有爱心、耐心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个英语啊英文的圣经学习好。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